国民党不止让了三次，国民党为了成就大局，这一次不但把民调政党的比例让掉了。面对柯震宇指控，蓝营要求让到6%，侯友宜不忍了，先反击。这就是一个科学，不是侯友宜说的算的，也不是柯文哲说的算的。石板民夫脸书发文，以让旗子形容蓝白合，还透露日本政界有人询问，为什么民众党要在民调上要让国民党几%呢？国民党候选人是来自于弱势团体，还是有保障条款吗？侯友宜实力似乎备受质疑，因为包括国民党送出和民众党互比的内参民调，光从民调数字看，还没算误差范围3%前，柯侯38.8%，侯柯38.2%，侯友宜就是落后。就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，北市议员秦慧珠脸书也发文感叹，侯柯配让人没有办法赢过柯侯配，真的让人很无言。詹江春也说，变本加厉要求让6%，还能走出去见人吗？柯文哲讲的比较没有道理了，我想朱立文主席讲的很清楚。当然这个民调，我们的年轻票跟中产阶级要大力的加强。侯友宜够不够强？自家内参民调也认证，也难怪百年大党得看尽柯党脸色。三立新闻何孟哲、魏国恩泰报道。